哎，等会儿我有钱呀，我赶紧把钱花了。训练一手土德。OK。这我感觉都不用我，这赵云自己用的。请看，此人已经饿得无还手之力。射击。那个做好了。好的，那我吃饭的时候给他换了。按住 LT 时按 RT 可以射击。切换远程武器 ,RT 加左右。RT 加左右 ,LT 跟 RT 同时按下射击 ,OK。若方日黄巾军作乱，我大汉将化为一片焦土。我没有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有称号啊，斩杀意图的异侠。啊，人物传记，百怪图鉴，这个先不看了。这些远程武器没装啊，我说的嘛，我先装一手啊，饰品也没装啊。发簪，装个发簪。这武器咋的了？新给武器是吧？没用啊，你这星太低了。我还得我这白背棒子，我这棒子真狠呐，攻击速度快。爆头，哎，等会儿啊。死了！我这个猛啊！我操！哎，哎，无限射吗？哎呀！靠！给我打掉半管子血！喝个药吧。老六，给了我一个黄金贼图护腕。没有这个银弓将军厉害。哦，没事，这小怪打人真疼啊！啊，这小怪打人是真疼啊！我这一看呢，
老被他发现你的啊。在前方有众多黄巾军驻扎，我们先打这边，先复个仇。报仇，血恨。可恶啊，整个小兵。那边还有个兵呢。你小子能看见我吗？哎，这跳不上去吗？这房顶有个东西，我看。牙兵 A 之间气势为连锁，只要发动绝脉即可削弱周围同伙气势表。气势连锁源头的敌人越强，气势表呢？什么意思？没明白啥意思。他妈都死了，他都让我打死了。哎，跟我俩射箭是不？对狙！啊，还有人射我呢，怎么？怎么杀他呀？这个，这怎么？跳下去摁 Y 吧。我明白了。这是个牙旗，给他扎了。如此一来，敌人也必将军心大乱。休息一下，好，锻炼一下，提升一下我们的火德，没问题吧？哎，有宝箱。九品炼钢，土木不就行了？对呀，土木吗？土木，我应该能学奇术了吧？我学这个，这不都能学吗？还是我号废了，净放屁。哇，这个得等。增加神兽量表的上升量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
把这个加一手，加一手这，然后再加个这。冰枪是真没用啊，兄弟们，这冰枪纯屁呀、啊，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，还是得上状态，你知道吧？还是得上状态。这放毒没用啊，这毒火呢，增加我方造成的伤害，同时也增加来自敌方的伤害。OK。哎，我现在都不会看，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学这个御金术？我到现在我都不会看呢，怎么看呢？就是他这个顶上不是写着三吗？他这个写了个三，我怎么看我有多少技能点啊？我到现在都不会看。左下角，左下角写着五一三一一。左下角写着五一三一，就是我有五个技能点呗。可是为什么我学了六啊？这个不是二吗？这个二，这个四加起来不是六吗？那不是金才一级，是啊，金一级，金现在他不让我学，上面五目点儿，哦哦哦，在这儿呢是吧？这写着一是吧？哦，拿了好刀，哦，啊，原来如此。啊、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，差不多明白了。啊，上面有一个点，那就是一，明白了。OK， 早说呀。进门。我操，有个小狗，说是。整个狗还掉我一滴血，我等会儿。喜欢偷袭，我操！他给你扎死我也不让你偷袭。哇，僵尸卡了，我破了，我破了。赵云，你在干什么？赵云，打怪呀、啊！赵云呐、啊，云呐、啊，云云，我啊！这作者我跟你们说就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地方谁他妈打第一次能看出来一个是个木桩子，然后给你过来滚一下子，他就故意的，他就是硬让你吃这个伤害，你明白？可会了，会逼。
往下走还能往右边走，先往下走，这个应该是近道。就可以直接就过来了，对，我应该是从这边过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是个近道，反正我直接上来，明白了。完事现在我们往上边走，先坐火啊啊！忘了，看来只有我等独自应战了。刘德华与赵云，没事儿，我一把打过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眼前之敌并非等闲之辈。我操，这个猴，这是个猴啊，猴啊，猴塞雷呀、啊！小怪是不是可以不打了？我直接跑吧。直接跑，直接跑，直接跑，做个火，等会儿。先去休息一下。要不太远了。去哪来着？这边是吧？哦哦，明白了。手柄玩的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手有点疼啊，因为这个摇杆啊，老摁呐，摁的手贼疼。我操，这他妈什么技能啊？飞踹！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这个猴叫什么？叫什么 boss？ 这个猴叫猪。朱燕，好，朱燕，我们看看视频，了解一下他的技能。朱燕怎么打？看看啊，有手就行。好，一分钟解决。看会儿视频，然后吃点饭。出来打的是朱燕啊，首先打这个 boss， 你只需要跑，只要躲他这一招红的就行。红圈之后补三角，然后打个重击吧，啊，然后其他招看着躲，不打也行，打不打都可以，反正不要贪刀，然后把他那个能量条打满之后用三角处决就行了。还是不要打他，就躲，让他打你，一定要让他放大招，然后你能处决他，这样能快速把他秒了。其实就是全场在跑，好吧，就躲这一招，这一招躲完就接个三角，然后打两下继续跑，你看他这个能量条快满了吧，你也可以上去补刀，好吧？对，其实朱燕就这么简单，只要上去补刀，然后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躲他这个红点的招，就相当于只狼的威吧，只要破了这招就可以了。对，那不随便打吗？躲完他基本上就记了，再补三点，后面再跟着打两下。这时候我还是八级，我八级直接来打就打过了，一分钟就解决战斗。这么随便打吗？很快，
来一把。不行，不能打了，兄弟们，打不了了。吃点饭，那边要开杀了，晚点再打他吧。一分钟解决，跑图还得半分钟呢，一分钟打不过。跑图还得半分钟呢，所以说浪费时间。我那一分钟吃饭，吃一下饭吧，一分钟。刘德华，我是牛刘德华呀，谢谢风冷水生的钻石粉丝。谢谢谢谢风冷水生的钻石粉丝，我手机拿去了，我手机拿来看看弹幕啊，我瞅一眼。我用这皮套给你们唱首歌怎么样？想不想听？谢谢 QOOJ 的钻石粉丝，不想听，这个玩一会儿吧，玩一会儿再上，玩一会儿再上，现在先不上，好，我看看啊。OK。键盘拿出来。哦。可是。可是键盘拿出来就不可爱了呀。没事，你拿吧。我应该想看你操作。你是用。我而且我不是键盘操作，我手柄操作能补到吗？我看能补着不？手柄操作我瞅瞅能补着不？键盘是 Shift 加三，开辟太平之势。没有啊，没有，算了吧。完了，脑袋卡住了，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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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，喂喂喂喂喂，好了，别搞了啊，别搞了，别搞了，别乱搞。别乱搞啊！嗯，来吧，大猩猩。就你呀、啊！赵云上！好。又跑，喝药，哎，哎呀，咋没挡住呢？赵云就死了。
这太低劣了。云云，你不能死啊，云。哎，来踹我！哎，快跑，快跑！两刀，缩个药，没药了。哎，挡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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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两下，三下挡住，一刀两刀扎，这伤害咋这么低呢？不行，武器不行啊，武器攻击力有点低。哎呦我操，还带整石头的。不行，这武器伤害有点低啊、哦！武器不行，有点低，武器有点低。我换个武器，这个武器伤害太低了，武器不行，打人不打掉血。嗯，好，前往战场。OK， 一遍过。大猩猩其实有点简单，说实话不是个难。打完给大家唱首歌，好吧？基本上一遍应该是过了，差不多。哎，插旗的升级呀、啊，是吧？啥玩意儿呢？哎，哎，这伤害一下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云啊云！我只能射箭了，挡！小心云呐！哎，怎么还连招啊？怎么？摔完石头还踹一脚，还得连招的，我靠，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一遍过，两遍，两遍过，两遍过，最多两遍，多一遍我吃粑粑。嗯，完了，面部没了，眼睛有了。嗯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整出动作来了？等会儿，没玩好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这把不算，这把不算。
这把不算。这谁呀？啊！怎么一直射箭呢？啊！生气了啊！这把一遍过，一遍过，来，来来，把他甩尾的，呀抽，我说大哥，那救人还用硬直呢？早知道我不救他了，我救他干啥呀？我操！我还把他救起来了，我操！我救他呢，这不害人精吗？这赵云，这赵云，这纯害人精啊！这是，我救他干啥呀？这把不算，这把我救人来着，我不知道他救人有硬直，我头一回救人。赵云纯害人精，真的，一点不带说的。我不明白我救他干啥。不想玩了，好难啊！好，什么时候吃？我这么可爱，你还你也行让我吃？你是个人呢？今天东恩直播跟我拉亮汉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！
刀，两刀。这么贪吗？三码之内，他不过，我下播。第一把，升级再打不行吗？怎么升？我摁闪避了，我摁格挡了，我好难受啊！我升级了，我旗子都插了，我这都已经是最后一个旗了。还有哪有理有旗子？别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自己玩的问题。两把之内一定过。最后一把，前往战场。最后一把，yes， 最后一把。
来。我操！怎么带连招的呀？我不行，我受不了这气，我再来一把。好，前往。哎，可惜，我受不了这气，我再来一把。我这不给他打死，我今天睡不了觉。云呐，帮我扛一下吧。
下！哎嘿！完了，皮套卡了。嗯。给你帽子，还请诸位安息，战友们。谢谢想要吃鸡排的钻石混尸。竟然有此等强者埋没世间，在下仿佛正目睹龙腾玉飞之英姿。奋战之同袍，彼此含笑道别之后，战死于沙场，为守护天下万民，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？嗯，龙一般强大的阁下，您为在下指明了道路。在下赵云，愿凭一柄铁枪，闯荡乱世。面前总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，哇，俨如麒麟一般，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。哇，刘德华。走吧，我等夺回此山，一些战死之同袍。麒麟之玉，神兽召唤，占累积神兽量表状态按 Y 加 B。一旦发动神兽召唤，神兽就会出现强力招式。哦，神兽共鸣，在累积满神兽量表的状态下按 X 加 A， 一旦发送共鸣，神兽就会现身，并对同伴加有有利的效果。好、oh. 哎，神兽呢？神兽呢？还可以买东西，先锻炼一下。你们说我现在是生木还是生土？生土吗？生土啊，好，火。与通过攻击获得气势量与装备重量上限，以及透过化解获得的气势量有关。感觉还是土厉害一点啊，直接升两级，五级木，五级土。谢谢我夜神哥的水晶鞋，我谢谢我夜神哥的豪华游轮，谢谢我夜神哥。谢谢我夜神哥，感谢，谢谢我夜神，哇哦，出货了夜神，还没睡呢夜神，
刚回来，瞅瞅我。OK， 今天是东恩直播。结束，换个装备。太医楚棒148，这俩好像没啥区别呀，都一样的呀，只有我这个白背棒是厉害点儿。还毒飞刀，飞刀哦，看看装备，黄金头巾没用。哎，这个，哎，我四星，都不带赢啊。哎，有三星，差不多。看看物资，看看我的物资都有什么东西，差不多。下机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游戏就先这样，明天再玩。加完了 ，OK。那这夜神来，我就下了，也不太合适，这么的吧。夜神哥，送你一首歌，怎么样？